提到修规划，大家一定记得林夏薇饰演嘅花影月，大家都好睇好佢有望做花旦。不过林夏薇结咗婚，大台仲捧唔捧佢先？话晒老公又有啲钱，三餐唔使愁。学网民话斋，佢拍戏可能纯粹过下瘾嘅啫。前排佢仲学人做老板娘开餐厅，就连 Big Bang 嘅 GD 胜利都去帮衬兼。话晒系餐厅老板娘，林夏薇近排都不时入厨露两手，睇落有板有眼咁。就算大台唔俾机会，林夏薇都唔愁出路啊，分分钟开埋私房菜都仲得啊！